你们不要这么好吧，两个人一直抢着打野什么意思？放放放，来个肉。两个人互相抢野怎么玩？这么多人喜欢玩露娜，对面也露娜。哎，今天怎么没有人玩那只熊猫啊？不是猫，那只猫，龙猫。哎呀，龙猫我怎么玩？玩几把都是输。梦琪，梦琪，梦琪的这个造型这么快就出来，以前出个新英雄都是先画个莲花的头像扔在那里是吧？现在直接就这个梦琪的猫都出来了，这次头像是设计的挺快。接下来我们从五个人冒出来。哎呀，我估计有这个红是抢不了了，就不在这抢红了。我还不如去打小兵，说不定有人能抢一个，在对面这里抢一个。成功抢到。对面露娜要哭了啊！关于许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露娜也从不许愿。红能给你，其他就不给你。请求支援，打他呀！哎，要不要没有红不在我身上。豪哥出来，不出来我就打。满射都给我射死了，那不能怪我了。哥的枪法这么准，满射都把他给射死了。没办法，这满符文的满铭文的那个啊，就是不一样。满铭文的百里玄车打起来就是爽。哎哎，存活。把你射成筛子，你都不知道我的厉害。哎呦我的天，我这么拼了命干啥？先走一步，你们不要这么好吧，两个人一直抢着打野什么意思？放放放，来个肉。两个人互相抢野怎么玩？这么多人喜欢玩露娜，对面也露娜。哎，今天怎么没有人玩那只熊猫啊？不是猫，那只猫，龙猫。哎呀，龙猫我怎么玩？玩几把都是输。梦琪，梦琪，梦琪的这个造型这么快就出来，以前出个新英雄都是先画个莲花的头像扔在那里是吧？现在直接就这个梦琪的猫都出来了，这次头像是设计的挺快。接下来我们从五个人冒出来。哎呀，我估计有这个红是抢不了了，就不在这抢红了。
我还不如去打打小兵，说不定有人能抢一个，在对面这里抢一个。成功抢到，对面露娜要哭了啊！关于许下敌人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许愿。红能给你，其他就不给你。打他呀！哎，要不然我没有红不在我身上。猴哥，出来！不出来我就打。满射都给我射死了，那不能怪我了。哥的枪。先走先走，对方曹操又来了。哎呀，下面又有露娜。路过草丛的熟人，一子弹，一马招呼。哎，我操，都瞄到他了。后面的人来了！哎，操！错！哎，错边了！哎，感谢这个泪花送的仲夏夜之梦，好不容易瞄准了有那么多爽的机会是吧？一下子被人撸死了。看那五白是响应大，他这个二技能不能随机锁定人，好麻烦。哇！哇一下我就打不动了。就是你香香打死我的是吧？哎，这什么鬼？差一点又把那个打死，但他跑了。秒到孙尚香了啊，应该是 biu 了一下就是打到人了。猴哥这样都没死。这歪了，你看那个家伙跑了，这是喜欢真能跑。靠，这样子还能被香香给抢了。现在没有地方打了，先打点钱。
我操，被夹死了。靠，打死还会就说一句挑衅的下场，被曹操打死了。不行了，后面后劲不足了。哎呀，诸葛给他干嘛？诸葛掉线，诸葛掉线，我操，真的掉线！哎呦，才这么近距离没打到。哎呦，蛮子。这个小熊，哎呦我操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这下好尴尬，没有子弹了。哎，又砍了砍。快跑快跑，这边兵线又回来了。这样子扫都能把他给扫死。
这个曹操不知道我在那里布了个陷阱。那个猴哥，追击敌方，孙悟空。奋力逃吧！直接想那么远距离把他扫射，盲射射死，射不死。打不到露娜，打后面一个也可以。直接射死啊！还没射到他，瞬间好可怜，又被我射中。就这么平 A 也能把他给吓死，快溜吧，这地方已经被包围了。瞄准他射杀，香香好可怜，被我连射好几次啊！就是平 A。还敢跟我对打，这不是找撸？一枪就打得那么惨。随便扫射都把他给扫死，对啊，体验服。
粉碎性骨折。这就满符文的下一场是吧，满符文打的就是爽。你打这吧。